推完之后就直接往上刷，所以他这把应该也是没有要帮上的。哦，这么痛的吗？锤到底？他直接往上揍哎！再叠远程形态，再 A 个几下 ，A 出征服者了，有没有？马上100滴血。前面球女打 Showmaker 这个杰西应该是要躲他锤形态的 Q 哎，但哎你看法洛士开点，哎点燃直接挂，这 Barrel 交闪了，但百事的话要被 MAD 给灌线了，这手杀直接拿下。对啊，我觉得刚刚 Humanoid 玩的不是倒很好，应该是放个线就好了。这你看勾上去，直接回头打，你没有治愈，我有治愈，直接 all in 到底。哎呀 ，Barrel 又发病了。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像是 Barrel 单人发病了，这应该是有沟通的，觉得可以打。你说一起发病？一起，这个是同时，好不好？我是从上一场比赛到现在，看起来都是合不拢嘴的状态啊！再打一炮，熊美可现在是更急的呀。然后现在只有那个，哎呦，现在看一下中路这波锤上去，往前卷了一个大招过来，火烧 Q 的过来，啪一下，直接交闪现烧爆球女。他的所有技能加上过热打伤害。下半步勾了一下，不过开始感觉在犹豫要不要上。这里可汗被抓到，但悟空绕的位置，这看起来是想绕。不过另外一边的话，五等的可汗感觉快被 LUR 给拍死了。我被火凤行在拍死哎、欸！哇，原地跳跃，闪现直接来一个熊巴掌打晕单杀。Oh my god！ 可汗也发病了，完蛋了。Kayo 已经在保护下路了，结果上路自己在搞哎、欸。然后 TP 还双 TP 过来，熊妹受不了了，不好说，那不好说。哎，直接开烫，等离子火箭 ，Humanoid 选了一个大招，把对方给卷走。哎呦，鱼叉没中，一下的非常好，但关键还是 Humanoid 那个大绝直接转到熊妹，可不能再补普攻伤害。哇，这时候 MAD 表示我的回合，不过被打了半血，一个日轮圣芒直接挂，再加上一连套的伤害，直接打出了电浆，擦一下普攻，逼出了一个闪现。我这里如果边线分带的话，会给 Mirai 比较大的压力的。那看要不要把 Ghost 还有 Barrel 移到中路位，推完兵之后再去做一些边线的跑线支援。闪拍知道你没闪现了，然后再加上一个闪现的腾云驾雾，一棒定音。他敢在这边，就又被惩罚了。然后过热的 Canyon 来了，等离子火箭烧了，烧死了吗？差一点点哦，哇，差了一咪咪啊！这里要帮挡一下鱼叉，但闪现快好喽。开晕之后，鱼叉在哪里？抖了几下，中路又是一波的帮忙。哎，帮大哥，大哥，听不懂还有闪的复勾吗？七秒，一个相位冲击。哎，还有闪现，应该三二一复勾勾吗？勾吗？勾空啦！这时候开着过来，直接反身一个拂晓坐骑定在原地，然后再接上一个日轮圣芒。不过自己的话好像也都没哇。不过现在 Showmaker 还有 Ghost DK 下路的一个赛跑，到底是谁领先呢？直接一个勾也勾到，再给一个多连锁，这边直接来了一个等离子火箭，开着也被烧掉。那这样子的话 ，DK 的下路终于是完成了反击。开始这波打的就有点奇怪了，因为上半部杰西跟蓝宝都没有露头，那也没有去执行塔杀阿姆的。哎，这两个 TP 是猴子，哎是球女。哦，两个 TP， 猴王来了，来了一个双 TP， 球女再卷了一个大招，在下半部完成了一波晋级 MAD 的反击，来得非常的快速，直接将 DK 的三人全速击倒。对线都会被压，但打着打着就回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，勾上去就感觉没必要啦，因为这里其实对方已经一直在掉兵了，所以持续压对方位置就好了。哎，抓到了，又是巨棒猴子，又要死啦！可汗一棒锤死，拖住熊美可最大的一个绊脚石。其实现在如果以边线来说啦，我觉得悟空是有机会守住熊美可的。哦，可汗是你吗？日轮圣芒先扭掉，交出了闪现，但直接派晕在一个太阳瞬间的控制，开始扛塔扛到了极限，最后一下还是可汗被收掉。又就大不了出事再 TP 过来嘛。然后这波的开场看到熊美可了，往前一。想要控制 Showmaker， 不过 Showmaker 反身锤过来，一锤就锤死了尤娜。为什么这里要开啊？人员完全没到、欸，凯莎在上，然后球女在下没 TP， 然后开车冲出去了。
哎呦，这里可汗盯上了 Kazi， 再打一套三环，不过反射 Kazi 伤害也是很高，跟大尔完全扛不住 Kazi 耶。然后送了一波头给 Showmaker 的身上。对，但现在悟空的这个发育还矮一下。Ghost 的交闪，但还是被拍出，选了一个大招，这样的进化还是被卷回来。要在弯道的时候才追得到，我还要再等一下。不过这时候准备进场了，阿姆的直接开转，转一个辅助，但等离子火箭也下，巴龙掉到了一半左右。但看起来 MAD 还是要选择硬吃 ，Showmaker 再给了一炮，这里 Armor 被盯上，不过他已经是没有大招了，直接逼出闪现，但巴龙快掉了。这里 Kenya 想进去，他有机会可以偷吗？他交了一个惊人纳兹，没得偷了。侧边的猴子终于是被击倒，在一个日轮圣芒控制住了蓝宝，最后的伊卡西亚魔语直接让蓝宝喂掉了。但这头可爱的怒气很好，赶过来的纳尔可以释放狂笑猛击吗？先丢了自己的巨石抛岩 ，Showmaker 的赶到，重磅碾压把对方给晕住 ，Showmaker 收下了人头。这时候地上一发破甲剑，直接贯穿了凯撒的脑袋。哇，这要全收嘞！远方的当当当当也是盯上了凯撒，在一个重磅铁矛直接晕住。这边 DK 是准备完成一波 Ace， 大了一波反击。时间 Armor 的开战，他只开到了一个坦克辅助。他的大绝是整队最重要的 CC， 搭配球女跟凯莎的进场是非常关键的团控 CC， 但他这么轻易的直接交在了一个菲罗身上，后续没有大的情况下 ，DK 的人好像全部人解放了，因为不怕悟空转进来，全部往 Mayland 的脸上打，尽管巴龙掉了，但后续是利用了一个伤害面 ，Showmaker 在这里打出身价，这波是四打五都打赢了，不需要 Ghost，你知道吗？这里 Showmaker 一个狙击，不过在另外一边的话。来看一下后续的一个位置，直接敲进来之后，哦，这可汗终于是完成了帮助 Showmaker 的使命了。这波 Ghost 就一根破甲剑，然后就赢。所以 Mayland 其实不需要打这么急躁，感觉他们这一把拿到领先之后，变得有点盯着悟空的位置。悟空这波没闪了，哇哦，消闪现了，这么凶的吗？就抓可汗，有必要吗？但可汗会变大，这可以把人给推走的。凯莎能飞吗？凯莎的杀手本能，他会变大，有必要这样吗？现在 MAD 直接被切中，不过兵线的话并不选择直接硬带，要打龙，要打龙。这波乌迪尔刚是交了一个大绝，但纳尔这边要看他们能不能变大。哇，直接交！哇，又是可汗吗？交出闪现，直接硬点，可汗又倒了。想追可汗哪这么容易？有这么容易的吗？再转，再转了一个大招，但 Barrow 赶紧交了自己的钩子往后走。哇，可汗这里突然也发病了，突然大脚一跃。那少了纳尔的话，其实 DK 这波团是很难玩的，只能靠 Showmaker 这样一直 poke 了。这里日轮圣芒又想抓 Barrow 赶紧勾走，不过擦一下的辅攻赶紧是 pop 自己护盾的效果，不过 LU 是跑得飞快，先给到了一个自己的潜航冲击，不过这个悟空还是拿下了人头，这里等一只火箭直接硬烧，再一炮，再给一炮 ，MAD 是已经兵临城下 ，Ghost 一发蓄力了，突然觉得痒痒的，先给了一个堕落连锁，不过 Armut 吃到了一发 poke。给了一个等离子火箭，反身直接硬灌，抓的是 Ghost， 再给了一个如意金箍棒，不过最后是被 Ghost 给拿下了人头。这个日轮圣芒直接大到两人，不过最后的话 ，MAD 还是要把人给撤走了。这里就 DK 选择集结抓上护士，哎，还有机会翻呢。哎，空了，哇！狂笑猛击，结果超级伏笔，哎，这就消了，被擦掉了。但巴龙吃到一半左右的血量，这里的话先给了一炮，可能快进斩杀线了吗？给我看巴龙的血量，借我看一下。哦，没有，贼亮贼亮，那 DK 能拉开吗？拉开很关键哦。先把 TP 给逼出来，那在 MAD 先把眼睛给点掉，不过下半部的二塔看起来是先被 MAD 的粉丝给带掉了。悟空在绕，悟空，而且现在准备要来拿龙魂了，这里 Barrow 也不太敢勾，一发 poke 好痛啊。是 Barrow 你能这样走吗？我再给一个等离子火箭，他已经完全没状态了，再卷了一个大招，这边是卷了一个海巨人，直接逼出了一个惊人，但 Barrow 感觉快要暴毙了，可汗进场的位置直接推了两人。但推到了一个辅助，再给了一发伤害。不过看起来这时候进场的阿姆特盯上对方的后排闪现，直接硬逼 Ghost 的一个惊人。不对，应该是先被阿姆特自己的一个惊人。但这时候 Barrow 也开出了中亚的沙漏。但在侧边的话，这里法洛斯已经先将凯撒给击倒。侧边 Showmaker 的一个晋级，阿姆特残血。不过这里一个控制到了分身。法洛斯是拿下一个 double kill， Gamora 的进场一发球是直接砸死了法洛斯，不过纳尔这边还是存活，再点出了一个三环步履破坏者，没缓到，还可以拉打哦。就是被存活了下来，不过这一波的一个交换是打了一个四换三啊。球女这波的大绝，她拿去转在了纳蒂鲁身上，而不是跟悟空做一个 combo， 所以被 DK 找到了一个机会打了一波反打。可汗快变大 了，但是没有办法变大，直接被球女给砸死，那这样三火龙了，哇，绝望了。打野跟中路都是直接交闪上来，下河道直接打输出，但很可惜，他们抓不到在后面位置很好的 Humanoid 跟 Kazi。都可以，这样中上的 TP 都可以转好了。他
大概就指个大他就死了、欸、就这样。哎呀，想吃河蟹啊，太贪心啦 Ken Yong， 你们现在是很劣势的、啊、他为了吃那个河蟹被指到一个大局就倒了。这等一下，虽然说刚金的用掉，不过等一下如果再被他补出个 GA， 那后排是真的直接死去了。哎、欸、怎么、欸、你怎么跳过来了、欸、一弹过来是直接被控爆，再加上一个轮胜嘛，再加上普通卡西一卡下的魔语直接带掉 Barrel。 不是有内鬼吧，他应该不是自己打的吧。来了来了，兵线来了，直接硬烤，但是这里给了一个治愈卡迪，将血量赶紧给奶起来，伤害不太够啊。Barrel 还有五秒，这时候进场的阿姆特可汗马上就是半血，直接不见，再发的狙击算是打到卡迪，修贝克很努力，最后破甲剑、欸、把 GA 给打出来，但是三火龙三兵营 how to lose， 好出现啊，没有办法呀。其实他现在只要轰四个就好了，旁边那四个旁边那四个比较夸张，哎、欸，打到伊卡西亚魔鱼够的感觉快要倒地了，赶紧进到温泉先把血量给补满，这时候再给了一个太阳圣剑的控制，等离子火箭烧到了凯撒的身上，不过侧边的纳里鲁斯已经先行阵亡，艾欧罗亚是拿下了人头，修梅克也被盯上，这边的话阿姆特直接进场开准，修梅克是顺利的存活，不过最后的话被打出了一个 GA， 这边的话也给到一个狂笑猛击，不过反射了一个重半，你要把对方给盯在了原地，艾欧罗亚开启了一个惊人，这时候可汗叫的布局破坏者进场，不过侧边的话雷欧娜也是利用太阳圣剑去做控制，主堡但两座的门亚塔都已经被打爆的情况下，主堡是裸露出。来，可汗在侧边终于是将悟空给击杀，波开着很努力在点塔，在一个拂晓盾击中是将对方的蓝宝给击杀。这个兵够吗？的话，可汗解出了一个三环。这个兵小兵的压力，修梅克被敲死了，快被小兵给敲死了。卡迪点一下，哇 ，MAD 拿下了听牌，哇。真的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扣马教练在这一把，他们是第二把败方选嘛，他们选了一个蓝方，然后又拿了法洛斯，不是不好意思，他的表情太好笑了，就是他们要想要选一个很明显想要一个选一个强线的这个对线阵容，但真的只有修梅克玩起来，其他上下路线是自己玩到炸。我帮修梅克刚那个配音一下，他刚刚就是哦、他一个，我觉得他生不如死哎、欸，我觉得他快发疯哎、欸，表情，他快发疯哎、欸，真的蛮母汤的。对，虽然几波没来，他还是在中间啦，有发生了一些比较判断怪异的这种开团，但后续还是利用阵容。你看那个悟空就是每一波，他最后一波可能等下没有回放，他就是冲进去，然后就一直乱转。